神，神。这个代金卡给地府就好了，地府就不用死了。没变身了啊，兄弟们，没变身了。看主战方有什么花招没有？火大堂对面继续换须弥，五号宝宝再神一手，关键帖子，神，关键。妈的，对面须弥狂换，再把地府拉起来，大堂终于把宝宝拉出来了。换须弥换的被霹雳劈劈歪了。别慌啊，对面还要变身，可惜的就是兵种没拉，不能拉。他要变身，他绝对要变身。再单活一下地府8000多。小组挂对战方一个狮驼岭中了，哎，一个驼子变身，横扫仙君2100，第二刀贴，三刀再贴，我操，全贴，还是空切，可以，兄弟破功切死一个啊！神木林可以提，可以提了。对战方两个飞机，两个飞机，主战方应该能扛得住。小马可以顶大金吗？扛得住。怪小总要给大堂了，和尚也把金星惊掉 ，nice。地府直接丢延长，给对战方的一个金太监，2100，扛得住兄弟们啊，两个石头岭还可以扛。哎，金甲一手绿，漂亮！我的巨关键，兄弟们，巨关键，巨关键，巨关键！对战方还反死了一只须弥，我操，太神，神奇的表演！我操，这只须弥没飞，绿，嘿嘿嘿！哎，又反死一个！欢迎燕生哥，欢迎燕生。自己都干不下去了，我操，巨能神，对面他妈的脑瓜子嗡嗡的，这会儿应该刚才都以为要赢了，拉神木林起来这波是一个机会，对他们继续换须弥，不要脸，可以，
硬件兄弟们，我操，神了兄弟们，硬件，我操，又一只再神一手，小马又绿了。硬件不要脸，可以，女儿村站起来了，兄弟们，女儿村站起来了，两个坨子，神马神马的，你能他能不神吗？兄弟们，真的，三飘一手中了地府，卡个小四海，舍生取义，和尚满自己，对面鹈鹕一个师徒，地府再起个混元伞，飞机又来了2000，这一组，哎呀，小马又绿了，神马兄弟们真的是神马，真的是神马。巨剑清虚迷飞掉一个神，一个虚迷，对面神了兄弟们，对面神了，神用，我的人神兄弟们就太神奇了，这把要是人再神了就神奇了，飞死一只宝宝兄弟们，死一只死一只，力劈再清虚迷，再飞一个虚，再劈再飞一个，可以西马，小马还得神，兄弟们进攻点来了，对面继续虚迷，他们一人带这么多虚迷吗？还虚啊，我操，神佑，我是神马飞了，和尚慈悲了，继续丢延长给对战方的一个地方，一个石头里，又一只虚迷，好多虚迷啊，拉着宝宝出来，再把一速拉起来，对面宝宝扭头就跑，可以起来喝个小酒啊，起来喝个小酒，惊一个，哎，神魔林满血了，小死挂一个对战方的师徒重器，知道主战方大堂，知道肯定扫不出去，应该是用的巨剑，要不就孩子顶大金，哎，巨剑6000，神魔林荆棘舞一下5400，又死一个，嘿嘿，翻了，扛住一速，硬剑漂亮，我跟你说兄弟们，这个宝宝神起来了啊，
这个宝宝神起来，兄弟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是谁也招架不住，真的吗，兄弟们？再牛逼的人也招架不住宝宝的神佑。再把再飘一手，卡个大金给大唐都可以扫了的哦。化身再来一把金青，小死挂再挂另一个，再中对战方又是一手宝宝，横扫千军，飞丸不防御，知道你要出宝宝再死一个，完了，三个石头岭全倒了个屁了。沙坨子全死了，现在对面已经看出来要玩尸体战了，对面已经开始出那种慢速的宝宝拉人了。哎，神佑，神佑，对面那个金太姐可以拉了啊，他拉起来没有用，兄弟，他没有变身，他拉起来他也没有用，他没有变身，人家万一有四行，我们一速拉起来之后，和尚单推一下宝柱喝个酒，多少笑不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一速拉起来多少笑不了。单推一速满上，鬼眼一开，群秒开始，要拉对战方金太解除宝宝了，兄弟们，出来的宝宝应该也是那种隐身的，牛逼！不出宝宝选择变身，就给你硬刚，对面又可以起来一个。但是对战方金太姐估计又得死，一速选择放金青了，基本上血量全满了，对面地府自动，小子给你一挂，让你飞一把，让你舒服一把，还被反震了，你不要再被反震啊、哦！再飞的宝宝再被反震就你彻底抹的了，高拉起来变了一把身，飞了一把又死了，又起来一个飞机，呜没飞完，没飞完，这场比赛给我看笑了，兄弟们，这场比赛感谢秦香林兄弟的紫水晶啊，谢谢秦香林兄弟啊，又开无间地狱了，给自己开的吧，这把无间地狱，化生拿珠子加血，基本上，哎呦我操，加1050，对面不打了，给自己开了个无间地狱，选择放弃。
应该放弃了，对面差不多该放弃了。对面和尚已经招架不住了。哎，你别乱封人啊！兄弟，你别封人，你别封人，别封人，别封人啊！他说什么了？我看看，我瞅一眼啊。兄弟，你也别乱说话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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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赢了，谁赢了？兄弟们，这把。